两级。 下路放个眼吧，要不。 完了，风女被 Q 到塔下，这次应该不会三星抓下了，三星抓下早就过去了，还没去应该真的没有。 天生20个刀，是不是没有刷守人啊？漂亮！这应该是没刷守人。 点蓝探莫死啊，兄弟们！不要觉得我是 K。 留不要叫 Q， 我想留个 Q 交一，万一这时候对面来人，我一 Q 能走。走吧，回家。 我确实没 K 啊，兄弟们，我没 K 啊！哎呦，这蛮王，哈哈哈哈哈！爆笑流蛮王啊，兄弟！ 我以为是个高手啊！下路要加油，这把得上路已经不行了，中单这种守人也不是很行，只能靠下路了。哼！刷完这两组，看下路回不回，不回我们控一下小龙。哎呦！ 被剑圣贴脸，怎么样？死！走，去坡下。漂亮。
直接控小龙吧。先生现在是名牌在上野区。咱们野区打不了剑圣啊，打不了。满血单杀。回家，找机会去抓一波上路。蛮王只要一上去打，这哥们肯定要那个的，肯定要开那个交一技能的，没有闪现交一我们就伤。直接拿个红 buff 直接去吧，拿红 buff 直接去。都不一定要拿红，直接去。哎呦，死不开大！不要给他挡住他的 E。赶紧推，对面人都来了。留个 EQ 打断他的冥想，漂亮！嘿，我没 K 啊，兄弟，我 K 了，我 K 了。不要叫 EQ， 就死死的留在手里就行，随时打断冥想。他们上单没过来，没过来我就能打。操！哎呦，难受啊！他们还被单杀，裂了，真的妈裂了！哇，好难，好难受这一波，他妈好难受啊！肯定搞他呀！等等嘛，等我，等我个大吧！炸了呀！这一波，直接炸穿了。剑圣在收人。上路杀了还可以，剑圣杀应该不够的，应该不够，看着就不够。
被卢仙给杀了。回家。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小龙，收人大招30秒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他想控小龙吗？打小龙，我还想着他把我打完，我直接 EQ 上去反野的。可惜死了一波，哎，太不小心了。这波可以吧，兄弟们，帅不帅？这一波思路，就对面人比我们先慢到，因为第一时间对面是两个，我一个嘛，我肯定不能一打二，所以说大招把剑圣框住 ，EQ 再走，把他留在那里等双路，我们比卢仙先到。这一波就是一直是一个多打手，所以说把对面轻松拿下。直接 EQ 要被他们中野辅直接秒了的。破败剑圣加机器人要被秒，所以说只能选择这种思路。可能有野。What the fuck？ 这单杀了！100点蓝才能 Q， 他没蓝。还行，没助攻就行，不亏吧，不亏吧。虽然他们把我卖了，拆了个中医塔，然后我一拖四，我觉得这波是赚的，赚的，真不亏，中塔拿下来了。哎，剑圣，开呀，这随便打，随便打。石头人R两个，对了。这一看就是要包赢团战的，我们抓卢仙，大招20秒，好像伤害不够啊，等个大吧，他肯定突然塔要清线，没这个大招打不过。给卢仙吓坏了，谢谢乱斗之神柚子爸的超粉卡，谢谢。吃过把子肉吗？把子肉就，他把子肉不就是一串一串的肉吗？有什么说法吗？把子肉，
啊，说把子肉的兄弟，把子肉不就是那一把吗？一把一把肉，就是 一串肉啊。应该吃过吧。肉不是一把一把的吗？大片五花，中路要小心啊！我们这边都在担待呢，不急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我会给你交一的距离吗？他的一是能挡的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就你们，对，就贴着他，知道吧？这个一是能二段是能挡下来的，所以说你要走位，时刻调整自己的站位，不要让他一个一直接走人啊！要挡，是能挡的。然后他就很难受，他想着用大招把人弹飞。弹飞就没有位，没有就挡不住了嘛。然后但是我没有把我弹开啊，所以说我就把他一二段一给拦下来了。这是 Nico 吧？哇，这真机器啊！算了，雷有点多。啊，哥吗？你连 R 都没有，我还说他有 R， 我这不跟他配合一下，上去之后才发现，我操，这根本没 R。那我就是两个字，你太勇猛了。哇，先锋你都敢 Q。你们咋回事呀？啊！风女直是不是被Nico闪现秒了呀？风女直接没了。你肯定没有闪现。不要急。我们作为一个王者啊，一定要稳住稳重啊，不要着急上，知道什么时候能上，对吧？这就恰到好处。
哦，已经没了吗？我道之处，无人能挡。齿轮刚刚是想大招大招，然后一个 Q K 人头，对吧？这把龙魂控一下，无相一脸一打二吗？漂亮，好，给大家抽下一个号了，这号打到4:40左右。先抽下一个号，国服任意大区大试一下，没有任何段位要求。大家有号的，有号的想主播打号的，抽一抽。啊，找到直播间里面那个倒计时的小电视浮标就可以了。啊，每个号抽中了打3个小时，啊，没有任何的段位要求，分段来点低分段的，我想打点青铜白银。拿龙魂呐、啊，先拿龙魂，好吧，抽号刚开，国服任意大区大师以下啊，青铜黑啊黑铁中了，主播还送你一个红包啊，大家有号的可以抽一抽，参与一下啊。好吧，定位赛也打，定位赛也打啊，兄弟们不要扣我，发我是没有用，他要参与杀电圣啊。怎么抽号？你就找到直播间那个小电粉色的小电视图标，还差3个超神，看小兵是不是有没有多余的小兵？没有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带着本将军。